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呢是礼拜六，又到了礼拜六了。礼拜六嘞，我们就是要来玩一些不是蛮快的游戏。我们今天呢要来玩一款打枪枪的 game 哦。不过今天不是我一个人打枪枪哦，我们今天来跟阿谦、小光跟雪兔，我们四个人一起打枪枪。Hello，Hello，Hello，Yo。嗨，今天呢，我们四个人不是普通的打枪枪这么简单哦。先来说说我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好了。为什么我今天又跑来玩这款游戏嘞？是因为我想稍微抄一下我的电脑哦。那怎么抄嘞？最近啊，大家有看我的 Twitter 跟我的 Facebook 吗？我在上面贴了一小段影片，是一个关于电子花车啊，不，关于我新主机的影片哦。啊，整台主机呢都是 MSI 龙魂主机哦。从机壳啊到 CPU 上面的冷排啊，全部都是 MSI 的哦。那今天呢，我不只换了主机，我连显示卡都换了。哇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就会记得我大概在一个月前吧，才刚换我显示卡。那我显示卡那个时候换的嘞是 RTX 2080 Ti。对，你想说这个东西要换什么，对不对？你还要换什么？我那个时候嘞，换的那一张 RTX 2080 Ti 嘞，它是一张公版。差异的地方是在于其他的厂商呢，他们会用那个公版啊，然后去把它再去做一些调教。调教之类的，然后再推出他们家牌子。所以今天我就来抄抄看我这一张全新的MSI RTX 2080 Ti 哦。那今天呢，我们不是要去玩什么组队任务啊，或者是打什么吃鸡哦 ，too low。我们今天好不好？我们要内斗，我们四个人要来内斗，然后看看谁的枪法比较准。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那我今天是要怎么去抄它嘞？我先把我的那个整个图形啊，游戏中整个图形啊，全部都把它调到最高，这都是最高画质。那如果你有玩过这款游戏的话，你就知道这款游戏如果全部调到最高的话，哇，它效能吃到有多高。你可以看到我右上角，所以我全开它才吃到这样子而已，超强。然后呢，我左上角还把那个帧数给打开。那我们就来看看，就是在 Call of Duty 全画质全效能的状况下，它到底可以有多顺。好，那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够了。我们在场谁枪法最准？应该是阿谦吧。没有，这游戏我很久没玩了，你要。拜托，他小朋友其实叫国手。这个是酷酷兄弟对上雪光之灾是吧？来啊！丛林战，来，我来介绍一下规矩。那个等等呢，我们的地上呢都会有我们的枪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枪，那么看到正中间有一个旗子，这个旗子嘞是时间到的时候你踩上去三秒钟就可以获胜，理解吗？好，那这个队伍是我跟阿谦一队，小光跟雪兔一队，准备喽！先抢到六场的人获胜。好，好紧张，好紧张！别，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哎呀，好险啊！不行啊！好强的啦！哇，那个帧数好高哦，110，112，小光， okay， 直接不要跑来跑去啊，咱们对静态的东西反正不总找到啊。对耶，老实说，我们两场枪的类型好像都一样。有时候会变，它两场会变一次。对对对，两场会变一次的样子。嗯，有。嗯，刚被干到，哎呀，打不死，碎，很好很好，差不多可以去中间了，小心哦，你刚刚看到弹道，随，哇，这样也行，阿谦，好，我是嘞，等一下这个弹道甩的太漂亮了，我已经跳起来了，就是为了闪那子弹，我去，阿谦。佛心甩，哪有哇，甩枪这很正常吧？我你队友等一下哪里啊？为什么在我后面？正前方，忍者啊！是啦，你什么事？不想靠血柱你命就可以了。这个好快，不是太好笑了吧？那个太快了吧？是不是换位置？你刚是直接十秒跑半场，是不是？砸到我没砸死了，我都砸不死了，我砸到东西了啦！然后砸到侧边没有砸好，阿谦交给你。哎，在哪里？抱歉，真的忍者，真的是忍者。
来来来，杀杀杀起来，杀起来！真的是人质哎！好了，我不拿那个了，我不拿那个。我刚刚用拳头击中他。没小枪。OK。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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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怎么又是这个？哇哇！哎呀！哎呀，看到左键还没按下去，什么意思？差不多讲，他们残血，现在你的血量比较多一点，你打两枪他不就挂了？好，两枪。我们要规定不能够，就是不能够爆位。好，这怎样？哇！可惜，闪不掉。刚那个虚张声势，被跟枪。哦，金丢金丢，七个七个哦，好酸哦，爽啊！都是快照弹，哇，被照到了！哇塞，哇，左轮，哇，怎么了？怎么了？这场只开了两枪哎，哇！哇！好扯啊，左轮，好香啊！哎，扳回颜面，扳回颜面，现在三比三，加油加油加油！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哎呦，干的是你啦！你不要什么？哎呦！哎呦！哦哦哦！他扑位，他扑位，加油 ！Ten seconds！ 哎呀，可恶！左边！啊，我以为你在右边，没有抓好距离，没有抓好，看错位置。哦，你往后撤，我以为你往前压。怎么可能？我被你打成这样还往前压？吓到！我以为你往前压。然后人有时候会拼死一搏啊。不行，战术，我才开始慢慢熟悉这些枪。我又发光了！干你啊，没子弹了！吓死我！两枪爆了，然后就没了。哇！漂亮！四比四，哇！你来我往哎、欸！哎呀，被补掉了！大家枪法都很准哎、欸，大家枪法都很准、欸。哇，这好紧张哦，各位，不要打成这样子好不好？不知道怎么打，是要赌什么东西啊 ？Leaf King 啊！看到我了又如何？有种射我啊！没事啊，不太好吧？我看到了，喂、欸！哇！哎、欸、哇！十字弓哦！阿倩，等一下，跑！等一下！哎、欸，你说，我在等你，我在等你。喂，等一下啦，我没有射你，哎我没有射你。哇哟哇，漂亮！野兔，你还想跟他说什么啦？好美哦！哇、哦，这个后拉，然后走原地，哇！你刚不说我就把他头爆掉，你知道吗？我再给他抽了，好美耶！那你想要跟我？我刚刚觉得他头凉凉的哦，赛末点喽！哎呦哎呦，枪不行了！啊！哦，十字弓，哦不！水兔，干嘛？我们在拍片哦。对啊。哇！耶！听到脚步声。哇！哦！狙击，打爆他狙击。来，我们第二场来一点变化好了，好不好？来一点变化。好。这个变化是什么嘞？我想想看，我们换一张地图，然后。你们有想要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我看看还有什么设定可以玩。特殊的要求吗？对，特殊的要求。高赞，我想上厕所。
是不是？那你可以去，那那我选浴室好不好？我选浴室啊，他是真的去上厕所，有可能是哦，真的靠背哦，完了，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来来来来来，没关系，没关系，我 cover 他，你 cover 他，可以啦 cover 他，好歹你来杀，你 cover 得了啊啊！顺带一提哦，大家那个诶。从这一集啊，顺带一提哦，那个今天呢，我用的录影程式跟平常不太一样。今天我用的录影程式呢是 GeForce 的 Experience， 就是你下载它的显卡，不是你买了它的显卡，它的驱动程式里面就有附带这个程式。那它可以包含就是很厉害的自动录，不是自动录影，就是录影程式。然后你还可以，哦，哇，会爆炸的，爆炸键，啊，结束了，雪兔。雪兔，哎，雪兔，我们等雪兔啊，等雪兔，等雪兔。好，我们雪兔，雪兔，雪兔，雪兔要上厕所了啊！还没，还没回来。那这个 GeForce Experience 呢？哦，这边真的好像他在尿尿的感觉哦。这个 GeForce Experience 是这个样，我有。回来，回来，他回来。那个小人，回来什么的，豪哥？一个小枪，哎，我来了！哎，他回来太晚了吧？哇，他趁你在讲话的时候攻击我们呢、欸？对啊，哇，这个 GeForce 的 Experience， 他有附带那个诶，他、的 highlight 的部分，像刚刚雪兔那种卑鄙无耻的样子，全部都把它 highlight 下来，好不好？下好，对。哦，右边。我的靠！你左右两侧都是人。欸、为什么你没有十字弩？为什么我没有 ？Yes。为什么你没有十字弩？为什么我没有？没有，它是地上捡吗？爆炸剑吗？爆炸剑。好像它就是爆炸剑，你没射出来，所以不知道。对对对对，说的。哎，二比零这样子对吗？对啦，一人一场嘛，差不多。一人一支，一支一棒。打中枪！哦、哎呦，是阿谦！我的，我的不子弹！哎，给！哦哦！哇！哦、哎、哦，心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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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讲哦，好想讲在什么位置？哦哦！少来说那个距离，闪电跳杀应该没那么高才对啊！没办法，你刚才已经有少一点血了。这个是 COD 啊，也是对啊，这是 COD。哎、欸，龟耶、欸！我操！啊，我白宝。哇塞！哇，紧张到趴下。小心哦，很龟哦。哎呦，没有龟，我们都到中场来龟。对啊，我们应该在中场哎、欸。我们是冲进你们，你说很龟是你们加这只吧？他在照镜子哦。哦，加一 ，MP 十三，不 ，M 十三 ，M 十三，投掷小刀哎、欸！我个屁！哇，终于！我打到我的头，我的头！可能在打音效，哇！哇！谁？上面有人被发现了、啊？上面可以站哦。啊，我没有啊，上面不能站。哇、嗯！我有漂亮，可惜呀、啊。三比三，三比三，哦，三比二，三比二。我们连追三嘞，很好，很好。那我之前用的公板啊，跟这张板子啊，它差在哪里嘞？公板呢，它没有风扇哦。那我这个不是没有风扇，没有风扇就烧掉。公板只有两个风扇哦，它这个风扇呢有四个，不三个，四个有点长，三个。三个，这个风扇有三个，我一边玩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抢我这个显卡，那有什么好的、啊？雪兔一直在那砰砰砰砰砰，哎、那个阿谦有受伤哦，没事，受伤，那心受伤了啦。那我这张显卡嘞，它的那个风扇呢，好像是有特殊设计过的。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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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修一把飞刀哎、欸，哇！哇！还修一把飞刀哎、欸，可惜没有丢中。他那个风扇有特殊设计过啊，然后让他的那个散热会更强一点，就是同样大小的风扇啊。哦，我原本公版的风扇好像好像是十公分的样子，这好像十软十的样子。屁啦！
你震到我了，震到我了，震到我了 ！Surprise！ 哎呦，看到我了！哎呀，看到我了！所以，我刚刚有炸到，我刚刚有炸到那个雪兔，给他消一点血，才加二十五分。我好像有炸到他，可是没把他炸死。哦，漂亮漂亮！哇，阿谦好猛哦！哇，阿谦猛钱呢 ！MP5，MP5， 酷酷，对啊，酷酷兄弟啊，哈啊，来，酷酷兄弟啊，啊，过去改朝换代了，要把你们打下来了。改朝？Are you fucking serious？ 对啊。人体瞄兵大师。哇、哦，上面！哎呀，哦，哎、欸，我刚才看了你一下，哎、你用我盆栽啊？吐血吐哇！血吐 B 计划 ，B 计划什么 ？B 计划什么？该用 B 计划了，该用 B 计划是什么啊？差不多该用 B 计划。好、哦，小枪，对吧？用 B 计划，不用 B 计划 ，B 计划 ，B 计划，敢不敢前头决胜负啊？来啊，来啊！怎么拳头、啊？一、欸、吗？哎、欸、哎、欸，拳头！操你他妈！哎、欸，等等，雪兔，哎 ，Osmike， 不要靠近，不要靠近！你先处理一下你家那位好不好？看你们要牺牲谁？看你们要牺牲谁啊？我处理掉他啊！啊，我自杀！那你们两个自己有没有水准啊，小哥？那拳头不要输啊！哎呦，哇吼吼！这才是监狱！还敢丢东西吗、哦欸？他被打到最后一拳的时候翻白眼呢、欸！哦哦，哎，我跟阿健的伤害好平均哦，700、600、670。我跟小光的伤害好不平均哦，是我发这个哎、欸。有啊，他们合起来也跟我们差不多啊。对啦，合起来差不多啊，合起来。换张地图，换张地图。这个是第九货柜，它就是比较货柜屋的样子哦。我看到老鼠，好恶！呀，你知道有人很讨厌老鼠吗？就是看到哎，铝热技能键，好，我就这个吗？哦，我不知道哎、欸，他好像不太一样，他好像不太一样。哦，还是他蓝图是说他冰枪哦哦，他是那个啦，是不是他的枪是有 skin 的啊？是吗？有，我不知道。哎、笑起来！哇，这上面漂亮，好强啊！刚雪兔是就整个人被烧死吗？好强！哦，爆头哎！刚是有射那个射到阿谦吗？没有，没射中吧？你说一开始我跟你互相见面的时候，对啊，我不知道哎、欸，能射到旁边被烫到吧？是啊。这就是爱，真的，热腾腾的爱。他在蹲啊，别过去给他打啊！啊，不行，我有点飘，我比较习惯用跑的，我不跑就身体不舒服。我太飘啦！我太真的难了，他的枪都是他的枪都是用 skin 的啦。哦，酷啊！哦，蓝图的啦，蓝图的。哦，帅气。哇塞，打一枪了！哇，在楼上！哎呀，也跳下来！我听到脚步声，转头已经来不及了。哦，哇，好快，好快 ！Hello，Hello，Hello， 这个游戏脚步声很重。两方互相搏火。哦，中枪。哇！我这个换弹，好漂亮！怎么打不死啊？因为我是橡胶皮，没有啊，是橡胶皮耶，真的是换枪换的好，换枪换的好，换的漂亮。阿成刚刚在尴尬换子弹，对，哦，尴尬，紧解，哒哒哒，哎，我都躲在后面了，漂亮。另外一边在我这，不。哇塞！听我脚步声哎、欸哦，屁股还在外面不？他残血，两个都残血啦！哦，震到！
是哦，我以为是后面那一个，我没有动过，我一直在这边等。哦，漂亮，漂亮，漂亮，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哦，哎，步枪是你最爱的呢。哦，是你最爱的枪哎。雪兔在你左边哦，小心他在。两个都在右边了，两个都在右边了。我打到他，他残血。在那个。Hello。哦，他们这场很强哎，他们这场很强哎，他们比较会拦土哦。我们可不可以追？可不可以追？他们有 skin 比较强。氪金爱氪金战士，氪金仔，真的是氪金仔，不爱氪金。我这游戏点那个。嗯，男的是那把连发的。啊干呐！这你在楼上，我在楼下。好紧张，好紧张！小，啊！没瞄到，可惜了，吓到我了。啊！而且我好像只要叫小光的名字，我就会软掉。对，你就软掉，然后突然冲出来，突然冲出来给你杀。哦不，一级护卫，不是我，是阿神。我想说，小枪，我已经死了，笑死！刚表现这么漂亮，哇！下面不行，被震到。我想要打到他。啊！我烧死他！烧死他！没有。应该跑来接枪的，可惜了。我吓到甩枪哎、欸！你看他多准啊！哇！我的枪哦，可恶，没丢准。哎呦！再追了！阿仙干嘛的呢？哎呦呦！右左边，往左边。送你，地形压制，前面，哇，冲进来了，碎，我觉得我们压进来好像也不会比较好，哇，他现在踩到火，他现在踩到火烫，对啊，踩到火踩死，他刚刚火快结束了，我才踩的，可恶，哎呦，月相哎，这是什么？哎呦！太难用了吧！哎、哦欸，怎么打不死啊？哎呦哎呦，很痛哦！哎呀！哇！哎呦！这把是我的枪哎！哪一把？第一把还是第二把？第一把好像是我的步枪，我都打这把。可以叫得出你哀枪的名字吗？欸，叫不出来。Kirito，哎呦，收了啊，没射到，可惜。啊！呀！还想偷啊？听到你怎么变单点的？哦，我太炮！阿仙交给你了。哇！平手！你会走，我会往外走。哎、欸，阿仙，你刚好看到他的影子吗？是因为我效能全开，我已经看到他影子了、欸。我有看到影子。Okay, 我有看到哇！棒！你要玩这种游戏，就是你如果可以把这种效能 ，Oh my god！ 可以把这种效能全开的话，你就可以先提早看到影子，就会有优势，好不好？优势。左边有人哦，阿神还在射。哎、欸，旁边！哇！耶、yeah! ！小枪举起来！不错！U boss 了，打的 U second。U boss 有 second， 棒棒！来，我们剩两场嘛，对不对？剩两场。嗯。哇，我跟阿谦的那个，跟你们跟那个差不多哎。对啊，真的差不多哎，实力差距。好，接下来嘞，我们来玩一点特别的，好了，好不好？好哦，这张是我喜欢的地图。
打炮到底是什么啊？打炮到底是什么？打炮好玩，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好不好？打炮是什么？多人运动，好，不好说。对啦，四个人一起运动是多人运动。对对对对 对, 對, 對，怎麼玩这种大热天玩这种流汗，哦，夹起来，这个汗夹起来，现在都可以直接这样就对了。好像有点奇怪。哎笑。哎，大家觉得今天录影的这种感觉怎么样？有没有顺啊？我觉得空间练习场。哎呦，哎笑。而且画质真好高啊！好高啊！好爽的啦！好高哦！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个 MSI 的系统啊，还不错啊。人呢？人呢？哎呦，跑去哪？啊！第一枪没射头，可惜。他们在中门对狙哦。在哪里啊？小光，小光，你躲去哪了、啊？好紧张哦！哎呀！哎呦，我正在开门攻坚呢、欸！哇，他跑出来了！好、哦，跑出哦！他刚在楼上，他跳下去。我刚刚正准备开门攻坚，可恶！原来是静悄悄攻坚。哦，哎，行，中门给你打，我中门不行。好，好，中门有阿青，我们小心点哦。好，没问题。凶的，没问题。啊，好安静啊！哎呀，没有。阿神，你在哪？我不能说了，说一下啦，就躲起来了。哎呦！ 10 seconds。哇！偷偷的。Go, secure that objective。好，我先去抢。好枪！哎呀，我想说你怎么不抢？不抢会发生什么事？平手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看我人体秒变大师。我说刚那个，哎、欸，不抢吗？我也嫁你，可恶！我也嫁你啊，护驾，护驾是不是？谁先去谁先死啊？哎呦，所以说中门对狙呢？我被骗了吗？嗯，原来那是谎言吗？那一把不能解。哟，我们听到后面有声音。他们是就躲在那个房子里面了、啊。啊，不行，打中两枪，两个人都残，两个人都残。没有残啊！哎呀，可惜，可惜，可惜。哇，都在你那边，我应该去帮你。对，想着我刚刚打两个，一个在上面，一个在那个，都只点到一点血而已，可惜可惜。哎呦哎呦，杨宗门我不行，那个交给你。骗，真的啦，宗门我就真的不行。What the fuck？ 宗门真的有人啊？我以为你们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也是在宗门收掉了。哇塞！哦，脚步声好远就可以听到了。我刚刚听到咚咚咚咚，可惜可惜可惜，我被偷了。如果他往前走的话，就有那个地雷了。哎呦，差两步是不是？哎呦，吓到我的呢哦！吓到我的呢哦！中门又在对狙了啦。哦，我这里有人哦。哎呦 ！Ten seconds， 好安静哦，你们。哦耶耶耶耶，楼上。不要怕啦。哎、哦。Go， 静悄悄走，还真的没听见。不能，太假了。我听起来，我听到了，来不及，转不来，受不了。我以为他是下面瞄我，
哦，我心脏，我心脏，我去看，我就想说，哇，你走很大声，还从我旁边走过去，我就默默的去找你。那个中门对狙交给你啊。哎呀，我真的是在对狙、欸。他们对狙，我们对枪啊。哎、欸，没中吗？这把不是散弹、啊？完全没中。可恶！哎、欸，他在中门啊！这中门要待多久啊？对狙还没结束。对，真冷战哦，新冷战哦。Objective on the field, go get it. 其实三秒而已，我觉得你会赢哎。不是不是，看错方向了，我都看到人的说，哎呦，不能讲。嘿，刚好，刚好是脚转回来，我听以为在楼上。对对对，他刚刚有一瞬间很像在楼上。你是不是没有装 MSI 音效卡嘞？我不知道有没有出音效卡。他好像没有出音效卡哦。大家好安静哦。楼上，大家都听脚步啊，大家都听脚步声。楼上一枪，那个阿神。Ten seconds， 还在楼上，还在楼上，我要换 AK 了。哎、欸，为什么不能换？哎、欸，为什么不能换枪？这把我能换。啊！带出来啊！哎、欸、哎、欸，我刚刚烧到你了，对不对？是你烧到我的，是。哦，可是被抢了哦，可惜，想说解决小光了，还这么帅，用这么帅的方式解决你，没有，我还没死，还没被烧死。如果再延长个几秒就死了，会，应该会死。对哦，可恶可恶，怎么是这把？屁呀、啊，来不及，来不及，还在咔咔，还在用枪，不应该换的，换太快。哇哇，欸、重伤重伤，超重重伤。我打了三枪啊，没死啊，重伤。阿谦的皮也很厚嘞，装甲三级的是，三级甲，三级甲。我现在看得到血量，很酷哦。两个人应该都在打一两枪死了啦，大家都看得到吧？对，看得到，没有啊，其他人看不到啊。看得到，看得到。哦，一开始就看得到吗？对，一开始就看得到。我、哦、听太假了。对，可是血量代表一切啊。枪啊，英雄，英雄。哦，哎、欸，他抢走了啦！哎、欸，我看其实不是抢了之后会暂停吗？不会哦，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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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还继续倒数。什么烂设计？敏感嘴火，大 COD， 哇！哎，没中。怎么可能？嘎丁，有个中音枪，我没中啊。哇哦！不要动，不要动！那个人在二楼，他在暗翼的过，真的吗？好，我们等他下来，我等他下来，我等他下来。好。Ten seconds。他哪边的二楼啊？阿胜，你这样在一楼跑，抓不到人啊！我是觉得在二楼啦，我是觉得他不敢出来了啦。啊，就是敢出来耶、欸！打不死啊！哇！我的腰，我的油剂，油剂，油剂受伤，油剂。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赛末点了，阿谦打稳一点啊！有机会啊！哎，每次都把压力都给我。哎，阿谦加油！哎，中路对狙啊，怎么中路现在没人了？对啊，中路的狙呢？不是啊，中路我这边比较慢啊。就远，哪里？什么？哦，这个躲得好 ，surprise！ 这个躲得好 ，ten seconds！ 哇，又到 ten seconds 了，我的，阿谦会往哪里来呢？ Objective in play, get after it！
We've got enemy on the objective. Enemy！ 我太专心在看幕了。有有有，被一个偷了。别慌，加油！哎呀，现在二对二了，现在是打炮战喽。哦，好紧张啊！好紧张，搞什么好紧张啊？现在是打炮喽！哇，今天这个是这样才刺激嘛？有没有？有有有，好刺激，好刺激，有刺激的感觉哈！你来我往，你来我往的感觉。接下来打炮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时间让我设定一下那个好炮房房间炮房要设定等一下好打炮吧是打炮图那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场喽好这样最后一场是哪一种炮我们是用哪一种形式的炮你等下进去就知道很大管好不好很大管是不是很大管好没有没有够占地啦火箭筒是不是。对，是炮。哦哦，很多种种类呢。COD 是一款真正的 RPG 游戏，是 RPG， 真的是真 RPG。来喽，来喽，来喽，来哦！嘿，下。哇，什么炮都可以呢？这是射去哪啦？哇！哇哇！大家，最好是不要这样啊，各位！一起出来，一起！十秒，十秒，十秒！阿信一抢点，阿信一抢点，平行！一起啦！就怪战神！哦。我是想问说，这到底什么奇怪的画面？这会乱吗？喂！这会乱要这样才刺激啊！我懂，喂！啊！别担心，别担心。好，一换一，一换一，阿仙，他已经残血了。我刚刚炸到他一波了，你只要炸他旁边，他就死了。好。死了就是暴毙，暴毙就是带，带就是暴毙，暴毙就是死，就是。哎、欸，你可以准备强点哦，小心小心。哦，他换他换 RPG， 他换 RPG， 强点强点强点，强点啊！哎呦，回避的好。一起死啊！一起死啊！耶！他那个还在换 RPG， 真的好吗？笑死我！一起死啊！阿谦，不要，我才不要跟你一起死！一起死！嗯，哎，干炸自己！等一下，我不太会打炮啊，我对打炮不太擅长。打赢炮了。哇幹还有这个小铁板可以躲、哦哦、学徒靠你了这来不及射我今天举我今天举了举不起啊你知道吗完了不举了你看看我举下来举的比较慢而已齁可以可以哎呦哎呦哇这个炮场怎么样不错啊太炮了太炮了嗯，哦哟，干！收掉一只阿谦，另外一个交给你了。底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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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部。不要啊！够了，够了！用揍的啊，可以用揍的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好，可以试试。OK， 不早说。呜！哇！哇打炮很刺激吧？我不是很会打炮，我是一个很纯情的人，所以对打炮这件事情不是很擅长。都是要血的、啊，该死了吧！哇，好痛！啊，干水瑶！哇，水瑶直接往我脸上灌进来，满满的神仙打炮王哎、欸！九个人，打炮！我靠！阿谦很会打炮，嗯，哎，嗯，哎，这说法好奇怪。嗯，我们可以，我们可以
以后你要瀑布兄弟已经过去式了，现在要炮王升迁。炮王兄弟啊，炮王就会死啦！炮王兄弟啊！你们两个真的很会打，厉害吧？炮，别吐你的后面啊！哎、欸，没有，我只是，我刚刚说什么？啊！哇耶！打爆！九哥，你真的不会打爆，你一个人都上了。有哪杀到一个啦？你看我的伤害有300多哎、欸，为什么？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吵起来，吵起来！我有300多伤害啊！是不是？阿谦，我就跟你讲，我们还蛮会打的吧？有，你的炮功力有点强哦。你就是那阿边，你知道吗？对。有炸到一个，我炸到一个，我炸到他，还有伤，我头，你在天给我搞死我，我来搞死，哎，为什么？他那武器扣比较痛啊，有这样哦，有啦，武器痛，你用拳头揍跟武器扣哪个比较痛啊？我问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可以拿武器，你要不要被 OP 去敲过去试试看的、啊？不行，这样我他等于是为游戏相信跟我打呢，他这样是犯规的呢、嗯。对啊，我知道啊。我这个炮会延迟啊，这是延迟炮啊。我、哦、这炮有没有分手？干！你们这方是分手啊？屁啊！分手炮，分手炮。打到我就跟你分手的意思。我们要打完结炮了，好吗？真的是分手炮，要分手了吗？要完结炮，赛末炮，赛末炮，赛末炮，好炮！不是我的家，哎，这是工商影片，你们不要这样子好吗？那不是我们的，还没那么早分，还没那么早分，好不好？哎呦喂，哎呦喂，讲还没那么早，真的是赛末炮哎。哎呦，赛末炮是吗？不是你按了吗？我怎么射不出去？笑你失智打，你选的比较差。我嘿，笑死我！我射不出去。阿杰，你刚刚是射地板，你自己死掉。不是，他先按左键，可是他射出去需要一点时间，他那个点火需要时间哈。原来点火是需要时间的。我太好了啦！哎呦！分手炮是吧？我怎么这还没中呢？我说好赛末炮穿过我的巴巴了。哎呀！哎，看来这炮还没那么简单哦。哎，靠他，靠你腿！哎，膝盖直接断掉。哎呦喂！碎骨机，还有机会了！再一场！加油！还有机会。哎呦，挺安静的哦。我是说你站在这边干什么？为什么没死？哦，欸，他受超重的伤了。耶！赛末炮！哦哟！看看今天炮王神千组获胜啊！可恶！太会打了哦！太棒了！太会！今天大家可以在底下留一篇炮王神仙 MSI 万岁万万岁，好像一种那个，让你们掌声。好了，今天的直播，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打炮专辑啊！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给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那我也会把我的主机的一些规格啊放在影片的正下方。如果你看完今天这部影片，跟我一样去换了一个 GeForce 的显卡，或者是你去买了一台 GeForce 的 PC， 甚至是笔记型电脑的话，现在到8月30号之前都有机会可以抽奖抽到《决胜时刻》Call of Duty 的限量机壳，大家可以趁这个时候去抽个奖，碰碰运气。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哦 ，See you guys， 拜拜。